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是想给大家带来一期如何取线上北大的视频。当然这不是拿到北大的文凭，而是不管你是高中生还是大学生，你都可以有机会以学生的身份跟北大学生一起去体验北大的学习生活。其实就是通过北京大学暑期学校，也就是北大下校。我发现其实是有蛮多同学不知道这个的，所以这期视频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报名北大下校，以及在北大下校的体验如何。如果你想体验北大的课堂，想体验北大的日常生活，那不妨参加一下北大下校吧，绝对是一种超棒的体验。我们首先呢进入北京大学暑期学校的官网，看这个就是北大下校的官网，这个是课程信息，就是北大下校是有四类课程，我们一般是可以选 B 类、C 类，还有国际暑期学校课程。大家选 B 类的会多一点，然后这三类的学费会依次递增，分别是500一学分、800一学分，然后3000一学分，一门课大概是2到4学分，对应2周到4周的课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北大下校所提供的所有的课，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人工智能创新实践这门课，你打开它会有一个很详细很详细的介绍，你可以大概浏览一下这门课的大纲是怎么样的，然后教学方式是怎么样的，往届的评分是怎么样的。申请的话就比较简单，就是在每年的5、6月份官网会开放申请，然后你只要进官网的链接，上传一些资料，填一些信息，然后回答一些问题，通过之后你就可以选课了。选完课之后缴完费，然后你会有一张这样子的学生卡，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北大生活了。那我们开始吧。You hurt me, you did several times. It hurts to admit that we're no different. I find it hard to commit, but you don't even try.Still I'm better with than without you. You don't need to be prince charming to me.
这里面有个朗诵亭蛮有意思的，那就请我给你们演奏一首《逍遥游》。不许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This bond is solid gold. We're a diamond and an emerald. It took me forever to find you. 'Cause when it's all over, the love that you give